阿拉斯加熊玩的，这也能卖了吗？这多大嘞？一岁多，这有一百五六十斤，一百五。喂，这猫亮，漂亮漂亮漂亮。公的母的？公母的，长这么大。哦，这先卖多少钱？5000？4500。4500。西施犬，这有多大？有2个月没？有一个多月，10多天。10多天？13天了嘛？这多少钱一位？多少钱一个？1000一个。有人在修。还有蓝毛，它多大嘞？2个多月了。2个多月，长得怪肥的，包子脸。就是肥嘛，自己喂的。你看本来是自己喂的，三斤喂的。这多少钱一个？你要成心要都是500元。500元一个。这边有一窝烟灰色哈士奇，左边这个颜色可以。右边这3个颜色有点重啊，这种狗在狗市也很少啊。阿拉斯加大傻，这叫中的大傻，二傻，它是几？全部都是3码5双蓝眼的啊！对，看那小智慧的眼神，这个三傻萨摩耶，对，抓一个二哈，3码5双蓝眼的啊，非常漂亮，黑色的。广东的粉丝直接给他拿下啊，等一下打包给他发走。看那智慧的小眼神，非常漂亮啊。这里有一窝花豆，黑色的，然后这边是奶油色的，这品相不错啊，头边可以。挑这种狗一定要挑头边大的，因为长大了会好看，卷出。叫蓝贵，这有多大嘞？有2月了。2月？这多少钱？啊，多少钱？450。450。这个属于啥颜色的？这个属于那个落地灰吧？落地灰。嗯。又拿下一只灰色泰迪，山东的粉丝啊，体型非常的小，看眼睛多大，马上快翻飞了。等一下马上约顺风车给他发走啊。这儿有一窝小短腿柯基。山东大围脖的啊，看脸非常好看。小发狗，中华田园犬，看那小发狗，全部都是几十块钱一个。这是一窝啥玩意儿，咱不认识。大哥说这是哈士奇，这看着有点边牧的血吧，看脸非常正，心看不来。今天呢，狗市已经马上结束了啊！今天重点有个粉丝抓了7条，有2条是郑州的粉丝亲自过来接的，然后2条小八狗。看大家看一下啊，粑粑全部是干粑粑，非常的健康啊。然后是洛阳的粉丝，然后这个柯基是广州的粉丝，这个小金毛是浙江的，然后这个拉布拉多是重庆的啊。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里，有喜欢宠物狗的，有喜欢逛狗市的，给大家点个赞加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